不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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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哎呀。好，所以是蛋的步骤之后，要接下来是要弄饭，是不是？是的。这饭有没有什么特别，就做炒饭要特别注意的地方？其实这个饭就是最重要的是隔夜饭。隔夜饭。对，冷饭是。所以炒起来才会比较粒粒分明嘛。对啊，就是重点要粒粒分明，不能黏在一起。那你自己给自己做的炒饭，过往都是打几分？60分吧。60分是以饱足为目的，就对了。那就是以填饱肚子就好了。什么时候开始觉得，哎，好像自己也可以做点菜这样？从拍戏开始吗？对，然后自己住的时候也是有这样子的想法。嗯哼哼。对，因为以往住在家里面，主要还是就是吃妈妈的嘛。嗯。吃妈妈的菜，妈妈的饭这样子。然后自己就是出来之后，就会做一些像小套房美食这样。对。这个火有要什么控制吗？其实就是火不用太大。不用太大。对。所以过往有把东西煮烧焦的经验？有啊，一开始做的时候常常会烧焦，然后锅子就会变超级脏，然后就要自己拿那个太瓜布。对，然后在那边拼命刷这样。有烧焦过什么食物？几乎都有烧焦过哎。对啊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就是天分是很会做饭。有些人是天生就会做的。那有着火吗？真的在上面的食物？着火是没有的。是没有哦。着火可能就有秘密。可是因为演艺工作的关系，所以是不是三餐没有办法很准时吃饭？对啊，所以其实能够自己在家里吃是，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哦，所以你也是自己家开深夜食堂就对了。对，早上吃宵夜，可能一整天都没吃，然后回家吃一餐宵夜。那你最喜欢吃的宵夜是什么？你想OK, OK, bye. 放来没关系。哎，卫生纸。OK。其实蛮香的，虽然简单，没什么东西。是盐巴吗？盐巴，对，盐巴。讨厌盐。所以吃
吃东西都吃的很不咸哦。对，我不喜欢吃很咸的，我喜欢重咸。对，大家记得炒饭不喜欢重咸，好吧？所以如果你自己煮东西，可能情愿加一些胡椒啊，或者香料，也不一定会加盐巴。对，我几乎很少加盐巴，味精也不会。所以是挑食的孩子。对，我是很挑食。能够这样坦白也是不容易的。当时也没什么不好，其实。我以为因为作为 idol， 就说大家要健康均衡饮食这样。不会啊，我都选炒饭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算去到外面，你也是很爱点炒饭。对啊，我很喜欢吃炒饭。我也喜欢吃面。吃面。对，这煮面是。你丝毫没有在怕淀粉这个东西耶。哎，对。对哦。对。又很瘦。他刚刚上台前，他的裤子还别了两个，太夸张了。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是不是要盛盘一下？我觉得蛋加太少。先调味料，先撤。调味料先往旁边撤。好。这一盘吗？不要抬头闻哦，不要抬头闻。好，可以。有说你明白吗？哈哈哈哈哈。对啊。好，请传，就传吧。继续，就更多了。其实我们应该买个火腿哦，还是对不对？对，这样比较像拌饭。对，这个颜色。加点肉。好的。感觉也还是很香的，其实蛮香的。阿红是要上菜喽，耳麦是不是？耳麦，对，我要抢一下，我叫他拍照。应该说，哎。